来呀，试试看呐、啊，把我们的头啊、下巴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稍微往前推一点，然后让它收回来，让你的后颈回到脊椎正上方。对，所以通常我们有时候做一做姿势啊，或者是动作，很容易头就会往前。这很自然，因为你的头其实很重，你的头其实是你体重的1/10。所以，如果你50公斤，5公斤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有时候颈肩很酸、很酸，或者是很紧的时候，不一定是你，不一定是它很紧，工作很久，然后很硬。它其实可能是因为，对，可能是因为头太重，然后它的肌耐力不够，撑不住。基本上80%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啦，就是对他的颈肩没力气。然后，所以头又撑不住，然后头又很容易往下，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姿势都是往下看，很少就是你很自然就变这样。然后，所以试试看，让你的后颈回到脊椎的正上方，让你的后颈跟脊椎可以成自然的一条线上去。所以你也可以用耳朵对，很像你的耳朵就在你的肩膀正上方，所以可以常常觉察这个部分。诶，我有没有又再往前，拉回来一点？对，拉回来一点。好。